风干鸡脖，好吃，宝宝们啊！这十二根，宝宝们啊，十二根，这追剧神器，看电视剧，咔咔，跟牛肉干似的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我吃惯肥肉，快点吃，连连吃又着急。但我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吃这种有肉少的、骨头多这种东西。太扛口的东西不适合看电视剧啥吃，都吃饱了。大油丝儿。